大家来说笑，欢迎节目主持人康康玉芳。说小到底该听啥？哇哇哇哇！今天是迄啰对骂完遐来，骂完，系啊，哦，对，脏话嘛，哦，八卦山，八卦山。好，现在介绍今天的好朋友啊，干爹和朋友，他们是彰化市接受社区发展协会的所有叔叔阿姨的阿公阿妈，欢迎。天晴佳话呢，吼。平乡的所在来，足忝的无？没。没呢，你看哦，足欢喜的，足欢喜的，就是足，怎有困无？有，我应该困袂去，我也知。你袂困就爬起来。来来来，介绍一下这个评审团。来，第一位呢是我们的监事池朱秀然女士。第二位是我们的常务理事冯金泉先生。苹果观众大家好。第三位也是常务理事洪瑞清先生。大家好。队长何江华先生，欢迎各位哦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艺人朋友，第一位是花莲的李明德大哥。好，第二位是秀兰玛雅。再来是施文斌同学。秀兰玛雅是第一次来吗？对，第一次来也是我胆大紧张哎，因为我就不会说笑话哎。不会啦，我今天哎，啊，舅母姐，我们叫你的名字要叫秀兰还是要叫玛雅？都可以，因为两个都是我的名字。啊，两个都是名字。对，玛雅是我布农族的名字，这样。啊，秀兰是汉名，对，身份证原来对身份证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嗯，请问你是哪一族的人啊？布农族。布农族。布农族，你会吗？布农族的歌懂吗？我不懂哎。对啊，我唱给你听。好。Miss a floor， 什么啊？这样有布农在里面也算了。好了，在节目一开始呢，不是音乐人被我们唬的，很讨厌。今天秀兰玛雅第一次来，是他不说他很紧张，不太会讲笑话，那你示范一下，来个康康爱说笑。虎杰郎哦，他很喜欢这个在外面用这个用餐，嗯，哎，用伊就去迄个西餐厅食饭，带伊的女朋友去食，啊对呀，啊结果这個服务生哦，就客 menu 过来嘛，请问先生要点些什么？嗯，啊这個服务生哦，有一点无卫生，伊个 menu 用的，啊过来就开始乌卡称，哎呦，真正无卫生，啊这查甫伊咧点菜就感觉讲。带女朋友来啊，佮这个服务态度安尼直直乌卡冲，但系对阮女朋友讲，啊那带我来这个所在袂，爱得很不高兴，爱得摕菜单就甲服务生讲，有痔疮吗？啊？有痔疮吗？对啊。而且服务生就讲，我不知道哎，你要看这样上面有没有？太不卫生了，吃饭时间。好了，谢谢我的网友的提供，还不错。很多网友都上网给我留言，还有写信来。来来来，第一个要讲笑话的是这个李明德大哥，欢迎。来来来，哇，谢谢。今天打扮人，今天有那个 cowboy 的感觉，牛仔的感觉。马在外面，马子停在外面。来来来，今天明德大哥跟我们说什么嘞？这个就搞错对象了。哦，搞错对象。比如讲，有一个查甫人在上班的时阵呢，因为这个人缘袂歹，哦，比如讲啊，无啦，那暗时哦，无饮一个酒的，吼，饮一罐酒，食一罐小菜，是去了林森北路遐啦，去林森北路。
迄个先生就听讲，袂使，袂使，我袂使。啊，怎咧？讲每一遍哦，我啉酒了哦，回去的时阵哦，阮妈妈拢，阮太太啦，阮太太拢搞骂，甚至会醋干掉安尼啦。伊讲，想要买了，想要买了，为了这个夫妻的这个生活感情吼，千万唔通啊，不要紧啦。是安怎变安尼？嘿，伊就讲，伊朋友就讲，我甲你一招，吼，我甲你一招，那你讲。你啉酒耍了后，等于厝内底的时阵啊，你千万哦，卖讲话，吼，暗时，回去的时候差不多两三点嘛，吼，啊，你就装一个棉被内底，吼，自头到尾，甲你摸摸起来，浸浸浸浸浸，我相信第二天的时阵哦，一定袂甲你骂啦，吼，那个用这招嘛袂歹哦，还用这招咯，哇，全身骨甲浸落就对啦，啊，这个先听讲，袂歹哦，这招嘛可能嘛会使哦，哎，走。就去饮酒啊！饮酒耍了后，等于厝内底的时阵，哦，电话拢熄去啊，伊就开始。没卡没去。哎呦！哦，很漂亮。你的面子顶哦，冒起来。开始斟。你斟未？你斟未？斟耍了，因为伊是今仔日暗时是饮米露，伊就想讲啊，先入一个便所的，伊就开门。因某坐伫马桶。哇！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来叠家？银宝就讲，嘿，银宝就讲，麦卡，麦卡大，麦要大声啦，麦跟妈妈吵起。岳母大人呐！岳母啦！我岳母大人来领导大伯，跟你行通知。啊岳母，哎个岳母大人，那你真嘛？啊对哦。啊岳母大人，第二天的是你。四个查某，啊，阮弟弟咧中风，一个查甫的，爱逐摆吼要放尿吼，拢一定爱用坐马桶，因为看这姐妹妹放尿拢是用坐啊。伊有在看恁放尿。啊，细汉的时阵，我够羡慕恁厝。阮厝拢查甫，无怪阮姐姐放尿拢得用。安尼啊。听说还要跟我们讲一些你自己小时候的事情。你也有小时候？我有小时候，我是小时候长大。你小时候长怎样啊？我就很瘦，小时候很瘦。是吗？是真的。我以为你一直长的就是那个大雄季安那个样子。没有啊，以前也有台北街头的霓虹灯的那个年代。用那个年代。台北街头。而且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到六岁的时候，我妈妈都让我穿裙子。为什么？要等我妹妹。什么叫等你妹妹？不是讲生囝来讲，无生到这个查甫囝，爱好一个名叫做招弟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招妹啊。就来，我差一点嘛，嘿，差一点。你爹有只招妹就对了。对啦。哎，就穿裙哦。蕾丝的袜子的哦。哎呦。穿裙子留长头发。有没有照片啊？没有。下次再来。是这样。都被我毁了。可是你这样算很好啊。为什么？为人伊就是甲迄查甫整个查某的吼，处理甲整搞，不然伊拢真正变。变查某，那个现象会变。哦、对对对。哦。有诶，厝里拢是查某的啊，姐妹嘛，啊，伊家己一个查甫，她很容易就会变成。对对。她会错乱。错乱。你看，阮弟弟就是啊，阮兜四个查某。恁弟弟。阮四个查某，啊，阮弟弟咧中风一个查甫的，啊，伊逐摆吼要放尿吼，拢一定爱用坐马桶。因为看这姐妹妹放尿拢是用坐啊。你有在看恁放尿？啊，细汉的时阵。够羡慕恁厝。时阵，大家不是拢斗阵，怪斗阵辛苦。阮厝拢查甫，无怪阮姐姐放尿拢得。安尼哦，会影响哎呀，放尿拢啊。对，不可能啊。我照无讲。来，阿公，你细汉时阵六岁吼。哦，因为我细汉时我住华联嘛，我是华联原住民阿美族的。阿美族。因为阮爸爸妈妈伊是公务员，所以讲伊所赚的这个钱哦，要饲囝，尤其是阮表兄啦、阮阿哥啦、阮这个细姑啊，吼，拢住阮厝。阮爸爸妈妈要饲十三个囝，哇，真辛苦。所以讲咱细汉时阵哦，拢无迄个零用钱，啥物叫做零用钱？无听过啦。甚至哦，十岁之前拢无看过钱啊呢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没看过钱，那真的是很辛苦，很穷啊，真的很穷。但是囡仔人爱佚佗嘛，吼，囡仔嘛爱佚佗，佚佗哎，厝内底有卡达车，伊华林到这个泰鲁阁到这个天祥哦，拢有一段真远的这个路，囡仔人都用骑卡达车呢去观光，结果呢，厝内底无钱，啊都没有零食啊，干那一日。
水壶，水壶，人有水就不会死。哦，有水就不会死。但是看到别人吃这个吼，吃这个口香糖，要安怎呢？哦，听讲我一个朋友，啊，我告诉你，口香糖很好解决。哦，到这个泰鲁，要到这个泰鲁阁的时阵，伊就讲哦啊，这张手会当做口香糖。这张手呢，这张手会当做口香糖，伊就开始哦，拿几个小刀片，哦，四零小刀片，安尼刮，把皮剥掉，树皮和树干之间有一层薄膜。伊就安尼切落来，安尼开始剥，咱就剥几工，天翔，差不多四点钟呢，天翔都剥，有啊，那个树是会长果子的树啊，所以口香糖的台语叫做树奶果啊，哦，就是这一个，是这样来的，对对对，要顾在塑胶袋里面了，他自己在家里准备喽，那个做酱草，大家说幸运草是四片，对对对，好，不幸运的是三片，好。伊是讲，来吃一点零食。一点出来第一时阵，已经办真济，这个做酱草，这个做酱拢酸酸啊，哦，生点指甲安尼。你讲来吃一把，我落底下来滴，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粗草。粗草。吃草啊。吃草。可是味道真的很好，酸酸甜甜安尼。我还真讲，树林无钱啊，家己爱做零食的。哎，丢丢丢。哎，有哎，我们小时候也有吃过那个。长得像是黑色、紫色的小果子啊，对对，那个叫金鸡母哦，是不是？就是拔那个来吃。对，那个阿美族话叫打土根。打土根。哎，那个市场里面有卖叫打土根。啊，真的啊，真的还有人在卖这个？有，那个果子没有了，卖叶子而已的。哦。那个叶子煮汤喝了之后呢，吃完之后呢，你再喝白开水，白开水是甜的。哦，这么神奇！真的真的。哎，真的要跟你们多学一点呢。就是因为家里以前都没什么钱，所以历练就比人家更多，而且还多了很多很丰富的生活经验。野草野菜认识很多了。哎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来来来，今天我们李明德大哥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给我们哦。歌很好听又不好唱。哦哟。康切王。掌声鼓励。谢谢。为你啊的形影，未来消失一千挂，是谁来拆粉刷？情无结局就变卦，粉世间。是寂寞一看半，阮世间爱情啊，通笑望一场风声，望起来只有我，命是寂寞。给我们几分？来来，评审请举牌，给牌哦。第一位，我们的池朱秀软女士，几分？洪金城先生，几分？洪叶青先生，几分？何嘉华先生呢？十分。张家，张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您的大哥，谢谢。台中中华是阮洪山，你讲都无讲。哎，丢呢？你是谁就很啊？你是像？你像？你什么人？你是谁？哦，你是谁？你假？对对。你是假？我是伊，你是伊。好，下来就是我们秀兰玛雅要跟施文彬来合唱新歌《梦中情梦》，来鼓励鼓励。Thank you.
是对路在想是的梦，这若是失败，将我放安安，想不通离开只有是做梦。啊，梦中的人，我也充满希望。在梦中影我的人，这个合音哦，哎，阿斌他本来唱歌就很好听，然后秀兰玛雅更不用讲，那个金曲奖也是有得到这个，对对，肯定。两个第一次合作吗？第二次，第二次哦，对。哦，那这是新专辑，这个是我的耶，我的新专辑，来，这支是我的，叫做《梦中情梦》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一首歌的同名专辑。哦，已经有看到 MV 一直在播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来，帮我们解释一下，一度要唱这条歌，它主要在讲什么？那首歌在讲的就是说，像我们通常人都会做白日梦嘛，像有的时候，像我们爱情啊，比方说有很多阻碍的时候啊，只有在梦里面可以想说，我们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，可以好好的相爱，可以互相的疼惜。可是醒来之后，一切都是空的。啊，就像我们切帮的对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像我们有没有就会幻想自己得了乐透，醒来之后啊，还是没办法升级啊。不过我想其实。很多人呢，因为情自杀的很多。对。那我觉得这种歌啊，应该多一点。大家呢，这个在没有办法得到真爱的时候，在 KTV 里面唱一唱这样子的歌，抒发一下情感。抒发一下。哦。所以不要爱上这个有妇之夫。开玩笑。所以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好好的支持我们的秀兰玛雅。哎，那我们要谢谢朱文君。来，谢谢文君大哥。来。这是你的，要送我的嘛哈？对对。我自己主动就把它拿过来了。对，这是你的第几张专辑啦？应该是第十张专辑。哦，其实吼，秀兰玛雅伊足厉害的一点就是吼，他老歌新唱吼，唱得非常好听。谢谢。老歌新唱，因为老歌新唱，伊拢是唱有一点仔 R&B 嘛。哦，很棒。我是唱比较熟悉的版本。不好意思，你不懂音乐还跟你。我哪有不懂？那你唱布隆族一首歌。Mr. Brown。要讲笑话了。对啊，你紧张吼？第一摆讲笑话，你有讲笑话吗？哇，卡赞，我定定有咧讲啊。真的，今仔日你是女宠。好，我来讲一个笑话，叫做募捐。因讲要讲用台语讲，我尽量讲啊。哎，布隆族人讲台语了，就是后来学的，后来学的。他原本也是唱国语嘛，哦。没，是台语老歌，一开始就出台语老歌。我说你私底下，私底下说国语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因为出唱片才学台语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那布农族的话，会跟国语台语差很多吗？完全无同款啦。哎，伯利勇，比方说我跟他问好。伯利勇布农族，好，伯利勇布农族的。马夏拉明嘎达塞金海秀兰玛雅乌尼纳明和米桑。明德大哥，你听得懂吗？阿美族跟布农族就不能沟通，每一族都不一样，不能沟通的。不能沟通，对啊，要自己独立的语言。可以沟通就是手语。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人真的了不起。对。你到内地去啊，嘿，因能讲的嘛是拢无。各地方翻译。讲台中中华是阮红山，你讲都无讲。哎，对呢。你是谁就很啊？你是谁？你像。你什么人？你是谁？哦，你是谁？你假？对。你是假，我是伊，你是伊，好不好？台中是假。很多这种，阿伯你用假，哎呀，你听到没？公假痛的代言，对对，讲一个募捐的笑话，希望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哦，因为现在蛮不太要讲募捐了，不叫人准备穿了，希望大家行久一点哦，来听看卖，就是讲有一个
小姑娘啊，哦，伊是基督教的，伊要替上帝迄那个有一个提一个箱啊，那个油箱油钱，嘿对了，就拄到一个老阿伯，伊就甲伊讲，阿伯啊，请你捐一捐钱给上帝啊。哦，捐一捐钱啊，上帝。看卖一个小姑娘就甲伊讲，我应该会比你搁较早去到上帝吼，到时阵我只亲身客户伊好啊。阿伯也算较早去的，对。阿伯讲嘛是有道理。老阿伯啊，老阿伯。那小姑娘还很久嘞。小姑娘还很久，就细汉的呀。哦，啊，但拄啊，阮李明德大哥嘛，讲伊童年的趣事。哦。听讲你细汉做过掠迄个。不是啦，是细汉的时阵，因为阮知影的较少嘛，知道的一些，阮住地东的乡下庄卡啦，那边是布农族，刷卡卡就是山脚下，刷卡卡，都刷卡了吼，就刷卡卡的所在，就边啊边啊。啊，头前有迄小河嘛，啊，后边有山啊，所以讲阮常常去后边。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，啊，唔多钱嘛。山坡上面奔木驼。奔木驼。还有啊。结果嘞，结果。结果是就是我去那边玩嘛，然后玩了之后就拿了一个类似蚯蚓的东西，甲阮妈讲，妈，蚯蚓蚯蚓，然后就欢喜的，阮妈看到一个，要惊一条，虾米啊？就是丢掉啊，蛋雕是一条船啊，啊，伊个头壳都是三角形的呢，啊，毒蛇，啊，已经给我害到戆去啊。啊，无你敢还学马仔咧走？哦，马仔咧走哟，我跟你讲，马仔咧走，我甲你教一下，就是安尼啊，咯咯咯咯，咩？走者走者，来，你咪今麦互你演，咩啊？卡拉卡拉卡拉咩？哇，音量袂歹呢。听说你还遇过那个让你觉得很尴尬的事情？对，因为我们家你知道我妈妈原住民嘛，然后原住民都通常都会抓一些什么猴子啊那些东西，然后细汉的时阵我都可以就是我舅舅家里面玩，然后就看到。一个那个猴子，然后我就说啊，这猴子我要养啊，他们就说，后礼拜你来的时阵，再搁给你饲啊呢。我就讲好啊好啊，然后就很开心。下个礼拜呢，然后我们就再来一次，因为他们家离我们家很远，所以特地来啊。奇怪，怎么只有看到笼子啊？猴子哎，你老公第八都来的，加皮啊，加皮啊。重点是那一天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是我去参加一个活动，是一个那个环保保育类动物的那个活动。好恐怖！他们就问，没有，他们就问说我小时候有没有养过什么样子的一个宠物，我就说本来我要养一只猴子，结果被吃掉了。我们还是要这个爱护野生动物啦。对，这些东西通通现在都不能吃，什么狗肉啊，什么肉都不要吃。对，可是偏方不见得。每一个都是好，因为最近不是看一个新闻吗？说有一个人因为得了癌症，然后他就是急于就是想要好，然后就吃了偏方，就那个肿瘤越长越大。哦，对呀，对对对，所以那个动物那些就是不可参考。看一个影片啊，看一个影片，伊是食一个有一个矮狗的啦，一个矮狗的爱食的牛屎吼，泡水啦，啊，食食的拢变会讲话安尼。人家是传说啦，真的假？偏方啊，矮狗的食牛屎泡水咯。会讲话，啊，咱会讲话，食牛屎泡水嘞，变矮狗，所以唔好学白食。不要误信偏方啦。系啦，啊，有一种，有一种酸梅食嘞，吼，唱歌最好听。真的？叫做康岛白梅。无啦，这是个日本的名啦，吼。对对对对。通哎。阿公阿妈刚知只。通道白梅。哎，来唱这条歌，恁听无？来来，掌声给。是我对你。
唱真好听哦，好好听，没有以前那个演歌的味道了。对，就是我们是唱比较新式的台语老歌，这个真的不错呢。有几首新歌啊？有四首新歌，这就对，可以卖卡拉 OK 嘛。好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这个我知道，商业机密。来，我来看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。来，我们评审请举牌，给白羊第一位，我们的池朱秀软女士。九分。冯金城先生。十分。好，接下来是固定班底浩志阿翔带来的成语小故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就是上烟斗、上有学问、上介高跳舞的上介跳老师。是的，又过来到咱这个成语的这小故事啊教学时间了啊！马上来欢迎咱这个助理小姐来欢迎。水，啊，咱今仔日要教是啥话呢？哦，叫做指鹿为马。哦，啊，这个马吼，伊咧叫的声音是咩？哇！啊，不是啦，啊，这鹿啊吼，鹿啊咧叫的声音是鹿。哇！无同款。助理小姐，你安尼讲，我咧讲，你有听有无？有啦吼，啊，无你，啊，你叫一下马的声音，我听好未啊？咩？好水，特懂的，特懂。啊！那鹿啊，你叫是咩啊叫？鹿。好、哦、对，鹿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袂歹。啊，这指鹿为马，就是讲哦，这明明吼、哦，就是一只鹿啊，啊，煞甲讲作是马啊，颠倒是非，乌白讲话，对不对？就是讲，这位助理小姐，伊咧遮水，老师煞讲伊无水，安尼就是乌白讲话，安尼袂使。可能我咧讲哦，大家无啥清楚，不要紧，咱今麦来看这个成语故事的背景。来，瞧得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朝的皇帝，我叫金二世。当我的国家内底有足侪宰相，啊，甲着这大官。我叫是我戆戆的，是要把我干掉做肥料，自己当皇帝，根本是无可能咯，因为我足巧的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这个秦国的宰相赵高啦，赵高就是我啦。我甲大家讲吼，其实哦，我少想这皇帝位已经足久了。你有看到甲我迄个戆戆的无？迄、那个行的，咱做皇帝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，即马朝廷内底大官小官拢嘛听我的话。今天啊，就想要挖一个窟窿，皇帝甲跳咧，甲创空一个。所以吼、哦，我带着一只鹿仔来啦。哼，啊来鹿仔你来。嘿嘿，对，就是一只古锥的鹿仔。啊，即马要创啥会呢？等下你就知影。哎。启禀皇上啊，万岁万万万万万岁啦！嗯，啊，你看到皇上，唔免跪落哦。啊，来一个跪咧。啊好咧，万岁万岁啦！啊，你今仔找我有啥物代志？皇上啊，平常时吼，我知影你非常爱骑马啊，对不对？我今仔日特别哦，带一只马来，要来送给你。哦，安尼哦。嗯。哦，安尼好哦。马吼，哇，高走，体力好。好。对不对？啊，敢会叫咧？哎呀，哎呀，会叫，会叫，安尼就好啊。好，我即马带你要互你看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好好，你看这只马有水吧？你讲这只是马啊？嗯啊。嘿，哦，哦，安怎？我那看都那成鹿啊咧。皇上啊！这明明是一只马啊！你哪会讲伊是鹿啊？你是目睭有问题哟！哎，我皇上，你安尼跟我讲的哦。我是要跟你讲真正。你跟我讲的时候，你嘛爱跪落啊！我是讲哦，这只真正是马啊，麻烦你看好详细啦。那有啊，都无成，啊无伊敢会晓叫？你等下，你等下，你讲伊唔是哦？啊无安尼，在座这尼啊侪大官小官，对不对？我凊彩问一个。哎呦，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这位小姐嘿，啊你问。
啊，这是鹿啊，是马啊？哎、欸，我看那鹿啊咧。你讲啥话？安静不是马啊？马啊嘛。马啊。你讲是马啊？第二位先生，嗯，这只是马啊，鹿啊？应该是马啊。有看到无？马啊啦，皇上啊！大家拢讲马啊，干那你讲鹿啊？你的字也真够艳的，艳的也真好的。赞啊！啊无你讲伊马啊，啊干会晓学马啊叫？艳哦，会使。我刚有咧教过啊，马啊叫，皇上听看卖啊。来，马。我听到无？我行无？啊鹿啊，搁变羊啊！啊无你干会晓学马啊咧走？哦，马啊咧走哟。我跟你讲，马啊咧走，我甲你教者。就是安尼啊，你等下吼，做我方向看咧，克拉克拉克拉咩？来，走者走者，来，你走者你走。我看到无？哎、欸，害羞咧。我走一摆，安尼吼，我走一摆，你较头前，我走一摆，啊，动作较夸张咧，袂今摆互你演，咩啊？克拉克拉克拉咩？哇，演了袂歹呢，哦。啊！你安尼跳会忝袂？袂啊！会哦、啊欸欸！啊！你即摆你若要做马，爱继续跳二十分钟嘞。我来这边拢有你跳，无爱跳，吓、啊！啊，所以你即摆是马啊，鹿啊？鹿啊！鹿！你讲到大声，你即摆是马啊，鹿啊？鹿啊！鹿啊！哦，不是马啊！哦，你先入去休困。好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、欸、你。你才讲伊是马啊，明明就是鹿啊！你想要甲我骗咯？皇上，我知影唔对啊！你知影唔对啊？我知影唔对，歹势歹势。本来要送一只马啊，我骑迄只马啊走去，啊无你做我马啊，我算我。我做马啊！嘿，啊你马哦，马，这袂歹。所以观众朋友啊，你真够飞哦，脑筋种吼，不分是非哦，指鹿为马啦！你啊真着细腻，安尼你知无？啊。哦，啊，小朋友看咱节目的很容易学成语，还学成语，上次有这个狼狈为奸，画蛇添足，画蛇添足，啊，不是指鹿为马，指鹿为马，所以有一系列的成语故事就对了。对对，哦，谢谢两位精彩的表演。啊，恁两个人就穿穿水水啊，啊，徛伫咧阳台啊，吼。啊，导演的工，那孙文斌啊，等一下哈、哦，导演说开始的时候，麻烦你把外套脱下来，然后披在秀兰玛雅的身上，然后我就，我来得请短袖 T 恤呢。你得等下开始对嘴啊。哎呀，对嘴，这边要对嘴，这边老皮。再来就是施文斌，欢迎，欢迎施文斌。今天过来，圣公真正是来帮忙的，是是是。啊，你也未发片嘛？不不，应该是前一阵都发片。去年的专辑诶，有秀兰玛雅和我合唱。哦。所以今麦秀兰玛雅专辑我跟他一起合唱。哦，是两个互相帮忙啦，哈。啊，但是伊嘛真正真好唱咧。太厉害了。啊，你嘛足好唱。不，两个声呢合起来足温暖的。是，谢谢。哎，今天施文斌大哥来要帮我们贡献个笑话。好。这个故事叫做两个阿呆啦吼，这有两个少年人吼，在平常时咧装卡咧种果子啦吼，啊有一届吼，有一冬咧因种个果子吼发煞丰收，大丰收。哎呦！啊，不过伊自细汉开始种这个果子吼，这个自拢唔捌去过大城市啦，就是讲这届吼今年大丰收，啊真侪果子啊要再去这个大城市去卖啦，啊伊就租一台这个大的这个拖拉机吼，大的这个卡车，所有的果子就放伫这个车顶，就开始开去大城市。一到大城市进前呢，拄啊好拄着一个隧道，有一个崩坑了啊，啊结果隧道边啊吼打一个警告标志，尽管说车辆限高4公尺。对呀、啊，都要限高。啊，两个人我看咧，哎呦，限高4公尺，哎，咱的车敢会收悬？啊，无咱落来量看麦，啊，结果伊就两个人落来，一个人伫顶悬，一个人伫下骹，啊，用笑安尼两个人，啊是偌悬？偌悬？伊讲，哇，拄啊好4.05公分啊。哎呦，哇，加迄五公分。安尼哦，啊，其中一个人就讲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今日上车，你看哦，即马吼。
遮吼拢无警察吼，咱紧来冲过，无让警察知影，车就冲过。还袂调嘞？啊？四公分长，四公分。你直接跳啥？我跳你跳无？我跳你跳。我跳无啊。车辆限高四公尺。对啊，四公尺零五公分，是不是不能冲过去？不能冲过去啊！但是那两个人说，现在没有警察，我们赶快冲过去，车子就冲过去了。跟警察没关系吧？对啊，没有关系。你那个还能牙呆啊？我举例有你听啊！我举例有你听啊！杨小明，那个妈妈家吼要煮物件，你去搞那个，你去搞那个，一个藤把我起来，啊，结果。小明就讲，这无汤罐啊，这多少一个汤罐，有一个写盐呐，盐巴的盐。哎，这无汤多少盐，阿姐那慢慢，就是那盐客过来，迄内底底汤。小明讲，啊内底底汤，你哪写盐？伊讲，迄是咧骗高虾。蚂蚁怎么会看字啊？拢骗狗爷，因为惊狗爷去食糖，拢阿写盐嘛。啊，狗爷讲了，哦，这是盐啊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加一只钢管，才经过来。哇，你我了解了。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恁某咧怀孕的时候，会变公。哎，你怀孕怀得比较快嘛。哎，就爱打呼。我爱打呼的代志，莫甲别人讲。一天吼，唔知爱啦，爱打呼呐。一天都要食七顿。七顿哦！有当时用用想到，我半暝四点嘛，我即马巴肚枵，你甲买麦当劳，半暝四点嘛，去带去麦当劳。哎呀，赵顺，不会，因某嘛讲要食麦当劳，半暝啊两三点买对买。对啊，伊走去迄个买咸酥鸡啊，煎几块，啊然后去麦当劳共讨一个扣啊，麦当劳。来啊，秀兰玛雅甲李明德大哥对。你要来讲对一个好笑？我要讲一个好笑的，这个好笑的嘛是阮公司的啦，蔡秋凤小姐啦。蔡秋凤啊，蔡秋凤。啊，不过你讲蔡秋凤之前，我讲一个小孩妈呀，你有人看伊安尼足够唱歌，斯斯文文啊，其实伊足巧的。阮即届吼合唱这个梦中情梦吼，阮伫这个半山腰吼，迄个山顶。迄天哦，落雨啦，落雨，落小雨，啊，不过足寒，拄啊寒流来，差不多十度安尼。哎呦，啊，咱两个人就穿水水啊，啊，徛伫咧阳台啊，吼，啊，导演就讲，吼，这个时阵咱两个徛伫阳台吼，要好像情侣说话。啊，尾啊，因为足寒，实在太寒，结果风就吹来，啊，小兰玛雅就讲，导演，我现在好像很冷我现在好冷哦，那你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哈？那导演就说哦好，那孙文斌啊，等一下哈，导演说开始的时候麻烦你把外套脱下来，然后披在秀兰玛雅的身上，掉了。哪有？我只有跟导演说，我说施大哥好好哦，他的外套看起来好温暖。哦，就这样而已。哦，因为伊足寒，结果我一个暗示导演讲，爱你的衫哦，是啦。哎，导演个剧情该这你也。哦，我改天穿短袖 T 恤呢。你得等下开始对嘴啊。哎呀，对嘴，一边要对嘴，一边老皮。啊，你这心机加重了。好啦，这讲了咱公司啊，阿哥。蔡秋凤。蔡秋凤。蔡秋凤。平常时你看伊安尼唱歌哈，那是歌后级啊。对。啊，不过我自己晓得，伊是一个大路痴，他的。这个没有方向感已经到了我要用怎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他，就是，出门就加胖子，他离开他们家，修会行，伊那是离开引导的行阿靠，伊可能就走死去，对，怎样他瞪你，太夸张了吧？我就想讲伊架脚，唔知哪扣，你知道？啊，近景啊，古年来，咱去这下岗去作秀嘛，咱工厂啦，啊，有一天伊都要去录影落山的时阵，在伊去的迄个朋友临时有代志转去啊，啊，互伊一个人开车，伊无阿都开转来，开伫咧高架桥顶悬，啊，开去路肩落来就开始敲电话，喂，麻烦你迄有客人车无来一个，啊，结果我本来想讲是伊要叫客人车来载伊来啊，结果唔是客人车来啊，客人车伫头前带路，伊伫后边塞安尼，哦，塞来有干。
因为伊唔知咯，太奇怪了吧？欸、还有更夸张的，有一次也是同一场啊，结果一叫警察打110，不过已经很晚了，可能你找不到计程车，找不到计程车，伊就打电话110，结果是一个警察。警察哥哥，安尼开路，开伊个车，开来下港做唱歌安尼。这个人民保姆也真的是为人民服务到底耶。不是啦，袂啊，我才知影，这个警察是伊的朋友啦。哦。我才怀疑讲，秋凤啊，你驾照是安那扣的？我想讲，是不是你这个警察朋友穿裙替你扣的？来，顶一块专辑有一条歌真好听，是金尖鼻，是不？来，拍拍我掌。掌声鼓励。路面心酸酸，爱着你真正的名字，怎样放阮孤孤单单，站在黑暗的城市？过去啊，我袂开，无人通听，无人来安慰，失落的爱行去倒位？何时回来阮身边？小无味，酸甘苦涩的滋味，来来去去情难离，无聊是心头搭相比，世间的恩恩怨怨放袂离，只要是有情故有义，目屎吞落去，就会了解真情。来，咱来看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。来，我们评审请举牌，有没有？第一位，我们的池珠秀软女士，十分。第二位，我们的冯金城先生，十分。瑞清先生，十分。何嘉华先生呢？八分，刚才我们冻起来八分呢。好，谢谢我们冰岛哥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来公布一下总成绩啦。好，看一下今天的分数啦。来，一号选手李明德大哥39分，二号选手秀兰玛雅39分，三号选手施文斌大哥38分。好，所以今天是李明德、秀兰玛雅得到冠军。我们现在邀请池珠秀软女士为我们颁发冠军锦旗，欢迎。冠军可以得到的是招财进宝、碧玉手链、合力新的健康板书如意、金的波波马西。谢谢三位非常优秀的艺人朋友。好，想要谢今天的观众朋友，我们的评审委员哦。那么也拜个样了，看看今天大家来说笑，到底哪一笑？拜拜。谢谢。